笑，大仙不闹。摸不来，你干什么？完了，要被举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。你要知道，武学奇才都是先挨最毒的打。我那一杠十一已经把我这个任督二脉给打通了，这把我一定状态好了，把市区的幸运分捡回来。霸天一流，我说了，上把过后我已经迎来了我的蜕变，我要让你知道蜕变后的我到底有多么强，我将砍翻这个峡谷。啊，天一流，开玩笑，人的成长只需要一个一杠十一，还不明白吗？上把过后我不再是我。啊，天一流，先宰辅助，再宰射手，所到之处全是人头，给我冲！啊，天一流！什么？啊，天一流死！就打这个李白啊！都跟你说了，上马是状态不好吗？你还不信？刚才的不知火舞就当没发生，然后我再抽台手机，这个事情就算了，不要给我传出去了。哪里跑？跑得过我的剑气吗？啊，天一流，什么金身？金身有用，一刀一刀，啊，就能一刀拿回来。哎，忘记那个事儿吧，这把 MVP 理所当然。